带大家稍微回顾一下当时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他现在才告诉大家说，预计要跟雅各城好买的这个是一剂43元，那么后来呢，郭台铭买的是一剂30元，价格之差应该清楚易见。但当时呢，在陈玉珍委员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有质询过陈时中，在2021年哈，一样大约2、3月份的时候就问过了，说现在外传 BNT 一剂只要32块，陈时中说没看过这种价格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会有所谓的32元的这个价格跑出来？因为当时其实大家都在传，是说陈时中你买40多块，就是买贵，对，因为外面只要买32块。所以不是说到了郭台铭9月买的时候才变30块，是在2月、3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30元的价格。那2月跟3月的时候，我们问陈时中，外面都传只要30块或32块，为什么你要买到40块？陈时中说没看过这种价格。那现在真的证实了他的这一份合约是43块。那么第二个要当然有待证实的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当然就是说，所谓的在当时间外面有没有30块的这个价格，那实际上是什么？当然是有，否则的话，陈玉珍委员那个时候他不会这样提，对吧？而且呢，事后郭台铭买的也真的是30块，不会因为有这半年之差，然后呢就这个没有30块的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关键在于说，当2021年的1月份。陈时中跟所谓 BNT 他们在去洽谈的时候，如果只有所谓的30块，或者说你其实是可以用30多块买到，为什么会花到40多块的价钱去买呢？那陈时中说啊，我顶多叫做买贵啊，没有叫做贪污。那么我们先还原一下吴子嘉的原话，吴子嘉那个原话的意思说，如果你买下去了，那就是有贪污的问题。对，就如果你买了，那就是贪污。那实际上最后什么？最后是没买，最后没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为了要给高端一些机会，所以反正就没有去买。那因为要让高端炒作股票啦，发大财啦，这个后面大家都清楚易懂。但关键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买贵，依照陈时中讲法，我就算错，我也只是买贵，钱也没有放到陈时中本人的口袋。但大家都知道你陈时中要选举啊，而且这个所谓的买贵到底是委托谁买？他在这一次作证当中也清楚点名了，还有吴秉睿介绍雅各城公司。对，大家不要忘记了，在2020年底乃至到2021年年初的时候，陈时中还有卫福部第一时间是什么？是否认有雅各城这件事情的。当时听到雅各城是会跳脚的，对，他们说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这个东西。当时有网友去讲说，哎呀，吴秉睿对吧？就是因为在疫苗的这个过程当中哈、啊，捞了10万美金，好。然后吴秉睿就去告他，对，吴秉睿说绝对没有10万美金，他只否认数字，但他不否认有去游说这件事情，所以现在也再度证明了，没错，就是因为呢，当林权东洋出局，其实这个时间序不是很一定，因为真相还没有到完全的大白，就是说当时林权东洋出局的表面原因叫做，哎呀，因为卫福部只想跟他买200万剂，所以价格比较贵，对吗？那你只买200万剂，我当然价格抬的是比较高啊。好，那为什么卫福部只买200万剂呢？那为什么卫福部只买200万剂呢？理论上，你看林权大家都是好朋友啊。林权走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：“哎呀，水实在很深，不想玩呐。”所以为什么？就我没有卫福部没有要跟林权买，因为当时发现了有另外一条线。这另外一条线是谁呢？就是雅各城。雅各城谁介绍的呢？就是吴秉睿介绍的，说因为这边的价格啊，可能会比林权东洋的价格来得更好。所以我们不要跟林权谈了，我们来跟吴秉睿，对吧？来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吴秉睿是苏贞昌的子弟兵啊。你林权是过气的行政院院长嘛？我就问，过气的行政院院长打得赢现任的行政院长吗？当然打不过嘛，除非你老爸变成了兔子。所以呢，吴秉睿介绍的雅各城，那么就卫福部或者讲说就陈时中的观点来看，你吴秉睿介绍的某种程度不就是苏贞昌介绍来的吗？对。那么苏贞昌推荐的雅各城跟林权跑来的东洋，我要听谁的？我当然是听苏贞昌的呀，所以才跟雅各城接上线。一开始汇流新闻网独家报道，
爆出这一切的时候，陈时中跟卫福部全盘否认，说没有雅各城，对吧？没有这个东西，就是林权，然后谈崩了，他只认这个。但他现在终于承认，其实过去也曾经承认，但时间序上还有说谎啊。这个如果大家去看2021年的政论节目的话啊，欢迎能够回顾，要多多的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好，所以呢，到目前为止，他在法庭上作证，再度把吴秉睿跟雅各城重新讲了出来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就当时啊，这吴秉睿跟雅各城为他们的价格，如果是到40多块，其实呢，如果相较当时林权东洋的价格的话，因为是现在第一次才揭露出来，林权东洋那一季是70多元啊，以前不知道，以前呢都从来不知道林权东洋的价格，但因为当时林权东洋的价格的时候，林权啊，他的东洋还有包含说所有的冷链都是由东洋来出啊，可是后来呢，跟雅各城的时候，冷链什么的就要卫福部额外再出，所以当时大家才会觉得，那你为什么会花比较多的钱，然后去跟雅各城重新谈呢？那如果说因为它的数量多的话，那你会不会你同样，比如说你跟林权的东洋一样买1500万的剂量，那或许林权的东洋的价格也会比较好啊？大家才会质疑这当中的价差是否有图利问题。那么现在关键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，只有真正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啊，就是林权打不过苏贞昌，所以林权退出，然后苏贞昌的子弟兵的吴秉睿介绍的雅各城能够胜出。而第二个关键原因是什么呢？就如果都给林权的东洋的话，那我赚什么啊？大家赚什么？没有人从中有赚钱的机会啊。可是呢，你说你看吴秉睿带了一个雅各城，然后这个雅各城呢，他在台湾这边啊，他是港商，这个雅各城在台湾这里啊，无依无靠，对吧？东洋他有谁？他有林权啊，那赚钱谁赚？林权呢？雅各城无依无靠，他要找靠山呢。那雅各城如果有所回报的话，他要能够有一些 feedback 呀，那是不是就能够成为很好上下其手的对象？当时盛传的其实还是另外说所谓的自费疫苗，因为当年完全预料不到2021年年中就会疫情大爆发，当时甚至传说要500万的公费疫苗，500万的自费疫苗，如果要赚钱就从500万的自费疫苗这边来赚。好，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说，你当时为什么要跑去找雅各城？好，那当时的这个费用如果是40多块，那另外当初有3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，那为什么你会谈的比较贵呢？他现在陈时中单纯只是讲说，哎呀，我顶多就是买贵而已啊，没有叫做贪污啊。对，买的贵讲白了是你的无能。那如果往深里面来讲的话，是不是有刻意的图利？你是不是刻意的图利？这一次的这个雅各城公司，对吧？你是否有刻意的图利问题？那如果图利的话，是不是因为为了要未来在政治现金上能够获得其他的回报，或者是其他的人有更多的回扣问题？所以当时吴子嘉在讲的就是这一块啊，是说你所谓的价差的这一块，是不是后来会另外的产生一些弊病？那么如果陈时中只是要抓着说，哎呀，这个我没有贪污啊，因为钱没有放在我的口袋啦，这我认为呢一样是难度悠悠之口。我想要插播一下，因为刚刚你在讲疫苗的事情啊，王必胜呢在脸书上面有表示，在民间捐赠之前，政府两度要跟 BNT 疫苗有关的合约都没有完成，所以根本没有所谓买贵的事实，更没有所谓的价差谁赚走了啊，污指人贪污 A 钱，实在毫无逻辑，而且恶质，并强调后续政府采购价也都低于捐正的采购价。我们要知道，就当初就为什么没有买成功啊？其实是因为在 BNT， 然后跟卫福部都有意愿不让他成功。在 BNT 一开始，他为什么没有想要很积极的要签约呢？因为 BNT 真正合法授权的代理商是东洋啊，不是雅各城。雅各城的代理地区只有香港，没有代理到台湾。所以当雅各城说他也要卖到台湾的时候，那对于总公司，对于 BNT 来说，他就违反对于东洋的一个合约，所以不允许雅各城这么乱搞。所以这是 BNT 不允许合约继续进行的主要原因。因为陈时中他们卫福部当初干嘛，就是要所谓的绕过代理商嘛。记不记得他们当初在讲说，我们就是要什么跟原厂拿货啊，对不对？就要绕过这所谓的代理商。但 BNT 来说，这个大中华地区的代理商就是已经交给这个上海复兴啦。那上海复兴比较很有默契的交给林权的东洋，所以如果你不找林权的东洋，那你应该要去找上海复兴。那当时的卫福部不去找上海复兴，所以 BNT 跟上海复兴当然就比较意兴阑珊，就你要的话你就去找上海复兴。那么对卫福部来说，没有急着要去签约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
我当然是要等高端嘛。反正你上海复星不卖给我，那我就到处去鼓吹说啊，你看这个中共打压啦，这个中共不想让台湾人拿到疫苗，我又可以做一些政治操作。那最根本的问题在此啊。那不过不论是王必胜或者陈时中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说，如果当时签成功了，那这里面就有很大的贪渎或者是图利的问题。最后没有签成功是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想要绕过上海复兴嘛，而想要绕过上海复兴，这背后也是一个很巨大的问号。就好好的跟上海复兴签有什么问题吗？也没什么问题啊。你们不想跟上海复兴签，跑去找雅各城签，这里面的利益才是一个大问号。因为上海复兴的价格反而是更公开跟更透明的，而且事后怎么样呢？就是民进党讲说，你看上海复兴是矮化啊，哎，没有啊。这个最后那个还有复必泰的标签不是已经进来了吗？去年在前年的时候，我们的产品出口到大陆要加中国台湾，经济部不是说我们就吞下去吗？所以都吞下去的话，那当时疫苗还有什么好不能吞的呢？那因此啊，总而言之，现在我们所质疑的其实还是一样是两个大块。第一个，如果当时为什么要不跟东洋，不跟上海复兴，你是不是找雅各城就有特别的目的？第二个，那最后没有签成，或者最后你不急着签，是不是为了要图利未来的高端发展？这才是这两大块我们所要质疑的重点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斐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也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斐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。